拿个吸管帮你抽一抽。宝宝需要更多的视觉冲击，然后更多的耳朵的刺激，宝宝可以直接，直接飞进火箭就可以了。想你所想。要你所要，啊，这还用多考虑啊？我说，你花钱，你开心，你高兴，你高兴，你。想说的事情，你还需要考虑一下。三点了，宝宝，三点下播，不要点关注了，宝宝，再把关注点一点。太多了，就这么说吧，你可以去其他直播间去对比一下，但凡有我们家好的，你可以来，直接找你退款就好了。敢说我们直播间说第二，没人敢说第一呢。九九累了，这还没有到一点钟你就累了。是你啊，全都要都对比起来，谁家硬盘还不能多几个主播呢？然后苹果手机的话，一定要去京东或者淘宝充值啊。安卓手机和电脑用户直接赠送就可以了。然后没有飞机了，宝贝啊，可以冲一冲。条件允许呢，宝贝可以帮忙过一下任务，有班卡的宝贝可以送一送，我们过一下任务。什么？有剧情啊，各种的剧情，各种的视觉冲击，想你所想，有你所要。不喜欢的给你，涂上，涂你不开心回来骂我吗？
所以说，宝贝，你不用怕，给你的都是让你满意的。有的宝宝，你要是不满意，你回来还骂我是骗子呢，没必要。你说你好了，是不是？大家都好。那没关系啊，宝贝，你上车你开心你高兴啊，跟我没关系，我顶多就是个服务的。你什么时候买，你什么时候享受，你自己考虑啊，不要冲动消费。反正我每天都在这儿，早送晚送，迟到是要送的，这个看你自己。身体不好的你就不要试了，因为我们每天上新啊，都害怕你这体力顶不住。像我们这么多大户人家，不是你一个，不是你能拿捏得了呢。你可说清楚了，你这说不清楚、道不明白的，我也不知道你是不是。去厕所洗鼻子了吗？又流鼻血了，是不是？没有用的东西。上车的宝贝啊，直接上车就好了，然后一个就可以直接上车了。想冲火箭的宝贝啊，新的过主播的宝贝啊，直接冲火箭。又要出来了，都这么，这么厉害了。各种视觉的刺激，然后再加上各种的，
开箱，各种道具的开箱，有你想要的，有你所爱的，宝贝。要是不好，我也不在这儿熬夜陪你，给你推荐，给你推荐的肯定都是最好、最适合你的，可以直接上车。对，都是原创本人的，宝贝，不是本人的来直接找我退款。有的，这个的话，剧情就是五个拉满的话，然后都是定制版的剧本，是有的。然后今天的话都是有上新的，然后没有看到的找一下小助理去领一下就可以了。因为现在直播间是不能做剧情的，所以我把完整版的剧本的话都放在了飞机里边。都放在了飞机里。是这样子吗？是这样子吗？疼吗？是吗？然后都是以剧情，然后加上各种 MP4 为主的，一定都是你们喜欢的，你们需要的。然后苹果手机的话，一定要去京东或者淘宝充值啊。安卓手机和电脑用户直接赠送就可以了。你说哥哥需要弟弟喜欢是吧？如果愿意，你也可以的，宝贝。如果你愿意，你也可以的，你也可以不用穿的。然后没有点关注的宝贝啊，记得把关注点一点。然后苹果手机的话，一定要去京东或者淘宝充值哦。对，你们可以先送一个，先去试一下，觉得还好的，主播比较良心的，可以回来再送四个，直接累积就好了。都在。
然后苹果手机的话，一定要去京东或者淘宝充值哦。安卓手机和电脑用户直接赠送就可以了。好爽，哪里爽？你跟姐姐说一说哪里爽。手机的话，一定要去京东啊，或者淘宝，要不然你都要多出手续费了。舌头都要给我了，给我干嘛？过年不用买舌头了，把你的舌头煮了。宝宝有更多的剧情，然后更多的视觉冲击，加上各种的各种的道具，各种你喜欢的。都是你喜欢的，你要是不喜欢，你回来还来找我。还有没有宝贝要冲一冲的？上新哦，如果你们没有看到的话，要一定要去找小助理，一定要去看找小助理哦。我舌头长不长，跟你有多大关系呢，宝贝？一会儿你拿个牙签来戳我，还管我舌头长不长？五个的话就是永久上线啊，宝贝多吗？现在有上百个。
估计今天晚上你搞不完了。今天晚上搞不完了，估计睡不了觉。1米85宝贝啊，我们这个没有很多。嗯，觉得好的话，然后到时候你回来再送四个，直接拉满就可以了。感谢1米85宝贝，感谢宝宝。嗯，收到将近30个宝贝，那个大鱼叔叔。收到30个，宝宝找一下公屏扣一的，找一下那个公屏扣一的，直接领哦。5个的话就是永久的，永久好友位，永久上新的。你们要是送的话，比较推荐你直接充5个。最近都勒肉了，真的是要减一下肥，袜子都勒肉了。喜欢这裙子，你拿回家自己穿吗？拿回家自己穿吗？那还不如我穿给你看呢，是不是？手机的话一定要去京东或者淘宝充值哦，安卓手机和电脑用户直接赠送就好。宝贝可以帮忙过一下任务呀，我们还差一个飞机过任务。谢谢大家。晚上1点钟了，宝宝，
要看的宝贝可以直接看一看哦。宝宝一起冲一冲吧，要摇翻起航的宝宝。喜欢浅浅的宝宝，可以直接把关注点一点。新加了宝宝，又把眼珠子整黑了，又把眼珠子整黑了。
吃什么呀，宝贝？眼珠子整黑了，你喜欢什么眼珠子？嗯，不行，来都来了，空手走了。嗯，然后有飞机了，宝贝可以冲一冲；然后大气了，宝贝可以直接来火箭就可以了。嗯。几个机会，姐姐才能给你展示更多。给你吃个果冻啊，宝贝。这种活让我来，我指甲可长了，捏出来吧。下次找我，宝宝，手把手帮你。然后
今天有伤心哦，没有看到伤心的宝贝，找一下小助理哦。来呀，红龙。真的假的？看着我的眼睛，你告诉我，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我咋那么不甘心呢？什么时候啊？不知不觉的，这么多次了。绝对刺激，不刺激你来打我。宝宝，这一个的话就可以上车了。有没有宝贝直接冲发火箭的？人生导师不敢当，但是帮自家弟弟解决一下问题，还是有用的。这还瘦啊，一点都不瘦，看这瘦。手机的宝宝一定要去京东或者淘宝充值哦！最近都胖了好多斤了，我都害怕，真的可以一屁股坐死你！那个大鱼哥哥，就是，多久？他这个的话也是永久的，宝宝，永久有效的，但是它有个数限制，它就是30个封顶的，30个封顶，然后5个的话就是永久的，然后每周2到3次，然后也都是各种视觉的刺激，再加上各种道具的好，你们想充的宝宝可以直接充就好，可以先送一个去试一下，宝宝也没有什么损失。反正早晚要送的。能干的宝
间干哦。第一次来的宝贝给点点关注，因为等一下也要下播了，所以说呢，赶末班车宝贝可以直接赶一赶就好了。谢谢夏天，哇。谢谢夏天哥哥，好听啊，宝宝，小宝宝，宝宝找一下公屏扣一的，找一下公屏扣一的就好了，乖，忘了一晚上了，宝宝，看两天还是要上车的，所以说前车之鉴，抓住每一分每一秒。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快乐。哦，谢谢后悔无用，谢谢宝贝的大粉丝，感谢宝贝。宝宝找一下公屏扣一的，直接领就好了。看一晚上了。时间全都耽误在观望上了。来找一下公屏可以的，谢谢无用宝贝。还问宝贝，想冲的话可以直接冲。是在耳朵呀，怎么会在后脑上？宝贝，你是不是听错了？这个是在后脑勺，你听一下。是吗？看来你的耳机定位真好。夏天宝宝找一下。还有没有宝贝要充的？
想冲的宝宝可以直接冲。送完飞机了，宝贝，找一下公屏扣一的就好了。找一下公屏扣一的就可以了。安卓手机和电脑用户直接赠送就好了。直播间现在没办法看脚。喜欢讲的，然后喜欢剧情的宝宝，直接这个就好了。还有更多的定制版的剧情，加上各种的道具，然后你们直接火箭就好了。今天有上新哦，没有找，没有看到了，找下小助理直接领就好。变态，哪里变态？这不是很正常吗？不能看脚、哦，宝宝，现在的话，球管管的可严了。宝贝误风了，刷新一下就好了。求必应。直播间祝大哥有求必应。现在习惯了吗？你看。你看，刷新一下，宝贝。对，它是雾峰的。谢谢霸气。厉害了，谢霸气宝贝的大飞机哦。宝宝找一下公屏扣一的，一共有30多个宝宝，这个的话是有30多个的，然后5个的话就是永久更新，永久好友位啊。然后但是这个一个的话也是永久，但是它有数量限制，有30个。然后每周2到3次，然后都是会给你们上新的。然后你们要是不满意的，你可以告诉我，更到你满意为止。谢谢霸气冷哥，找一下公屏扣一的就好了。飞机过任务呀，还有没有宝贝要冲的？
新教是我吗？是的，宝贝。对，快手、抖音的话全网同名哦，它是全网同名的。这个的话就是剧情，然后加上各种的视觉冲击，还有各种的，反正都是你们喜欢的，宝贝，不喜欢的我也不更新了。各种道具的看相，就当交个朋友去长长见识了。是的，这个就有，是的，一个就有啊。但是这个的话是30个，5个的话就是永久的，宝宝，就是永久的，你可以去看一下。是的，有的，这个的话比较多样化一点，满足了你们在直播间的基本需求。看完了，你就会知道，一看一个不吱声。起了宝贝哦哈，你可以直接充火箭哦，这个的话就没有数量限制，反正都是永久的。我要是骗你，人说吃屎原地爆炸，不骗你的宝贝，我们家都是，你看看很多抖音、快手的，人家都说我这样，是吧？良心主播。大老远的来看我，没必要给你整点儿虚头巴脑的。这个的话是30个，宝贝，30个的。因为其他直播间人家才给你一两个、十几个啊，这个样子，我们大概一共是30个。你要是去了看数量不够没关系，宝贝。然后这个的话也是在给你更新哦，也是在给你更新。搜索了你们的意见之后，都会持续给你们放更新进去的。然后每次更新的话，我在直播间都会叫你们。谢谢啊，感谢9981宝贝的信任哦，苏苏不会辜负你对苏苏的信任的，宝贝。阿林干不，宝宝找一下公屏扣一的，找一下公屏扣一的那个就可以领了。想充的宝贝可以直接充就好了。找一下公屏可以的。的话，你可以随时问我，不要自己。观望一晚上、两晚上都没有结果的。有任何问题的话，你就可以在直播间问我。
来，让妈妈抱抱。喜欢啊，宝宝啊，记得把关注点一点。睡也可以看，两个人一起看才更有氛围呢，对不对？那个9981宝贝要找一下公屏扣一的，没有找到吗？加不上，宝贝啊，宝贝，你俩站内线，让他加你。你看一下那个站内线啊，宝贝，你看一下。然后一个的宝贝啊，一个的宝贝直接上车就好了。大次的宝贝啊，直接一定的要去充火箭。我就害怕你错过太多了。害怕你错过太多。漏一只是什么？说点我能听得懂的。那是什么东西啊？飞机就好了，先领30个回家，然后浅深入了解一下。如果你觉得好，你觉得这个媳妇你娶定了，你回来再送4个，直接永久陪伴你，直接永久陪伴你。宝贝啊，可以直接充就好了。苹果手机的话，打开淘宝。打开淘宝搜索斗鱼充值，然后 CUZ589 大小写哦，一定要注意哦，就是你的昵称就是你的账号，秒充秒到。微信公众号搜索斗鱼直播，关注公众号也是可以的，也是可以充值的，都是秒充秒到的。你的昵称哦，有一个大写，有一个小写，千万不要弄错了。
果暑期的话，一定要去京东或者淘宝充值哦。安卓手机和电脑用户直接赠送就可以了。都憔悴，也不知道哪天不憔悴，每天都憔悴。对，换小号了，宝贝。手机的话，一定要去京东、淘宝或者微信公众号去充值哦。明天啊、明天我就给你更个动作大一点的。今天的话是给飞机上更了。飞机里边更的，跑了和尚也跑不了庙的，宝贝，你不用担心。当初说给你更，那就是给你更。他那个是雾峰的，宝宝，是雾峰的。这不就好了吗？这不就好了吗？什么意思？那个是系统封的，跟我没有关系。哪有你说完立马就封了？我的手速也没有那么快。然后还被超管扣分了，就很莫名其妙。很莫名其妙。就是别的直播间可以，我们直播间就不行。
对，你可以刷新一下就好了，刷新一下就好了。还有吗，宝贝要冲吗？想冲了，宝贝可以直接冲就好有的呀，飞，宇航哥哥。怎么还扯到相信不相信上了，宝宝？晚上好呀。睡觉的吗？2点钟了，你们都不睡觉的吗？现在还早着呢，那个夏天宝贝啊，你要是觉得哪里不好，你可以告诉我，然后反正最近还要更新呢，然后就会按照你的意思我们去更新。这个月的话也是有更新的，然后更到你满意为止。我说了，我让你充火箭。绝对没有错的，你还老不信我，you
你可以把你的意见和建议告诉我哟，然后这个的话也是有更新的，更到你满意为止呢。欢迎鹏鹏，好久不见啊。看了这两天更新哦，我是说呢，然后最近的话不是时间比较多嘛，然后基本上每天都在给你们上新，每天都在给你们上新，这上新的速度都怕你们顶不住，上新的速度就怕你们顶不住。还有没有宝贝要充的？哪有黑点啊？看不清楚啊，那你离我近一点，我让你看个清楚，看个明白。前段时间在直播呀，没有直播就是超管都不让我播，这两年越来越瘦了，健身健的了，游泳游的了，天天更新更的了。太勤快了，对你们太好了，太卖力了，那就变成这个样子了。前天我还被招过来谈。台下直播了呢，哎呀，就摸不清楚，斗鱼超管要干嘛？咱也不敢问，咱也不敢说。前两天我就问了一下扣分原因，然后你知道斗鱼的超管怎么回我吗？他说，自己心里还没个逼数，还要央着。还要装个逼脸，也要来问一下什么原因？你说这话说给谁听的？所以说现在吓得我们也不敢问，也不敢说。人家说自个儿心里面没有数，还厚个逼脸来问什么原因？我说我好家伙，那我总得问问你扣分的原因啊，是不是？跟我说的我都现在都不敢问。咱啥也不敢问，啥也不敢说，就这样吧。扣完了就休息，分儿扣完了就休息。我也可以去做超管了。我要是做超管，那斗鱼都没有开，能开播的直播间了。
那我不能去做超管。然后没有点关注的宝贝啊，记得把关注点一点。快去偷他家井盖儿！再惹我生气，我就要偷超管家的井盖儿了。还有没有宝贝要感冒搬车呢？要看的宝贝下去试走。在直播间观望的宝贝啊，也都不需要观望，直接冲就好了。有点掉色，然后造成了个问题，就是染的哪儿都是呢。我们都给大家买到这个里边了，宝宝想冲了可以冲一冲，所以说来得早不如赶得巧，要上车了宝贝就扎紧了。可能吧，可能真的是这样的，管得还挺严的。散播，还有没有宝贝要充的？想充的宝贝可以直接充就好了。
无缘无故还被坑了一分呢。直播间都不敢给你们搞了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太吓人了。太吓人了。还有没有宝宝？我们还差两发火箭过任务，有没有宝贝直接冲火箭呢？辛苦吗？我有什么好辛苦的？你们才辛苦啊！人说吃的是草，挤的是奶，还得是你们，还得是你们辛苦。我们这也是高风险职业，一个搞不好就是三年起步。一个搞不好都是三年起步。所以想冲的宝宝可以直接冲一冲。然后苹果手机的话一定要去京东或者淘宝充值啊，安卓手机和电脑用户直接赠送就好了。晚安呀，等一下我也要下播了。你们现在是越睡越晚，这是为什么呀？越睡越晚。想冲了宝宝可以直接冲就好了。
啊，你最近有没有看那个短视频？生气的姿势，笑死我了。才不行呢，一点都不行。你没有看我最今天更新的那个短那个视频吗？那腿还叫细，一点都不细。只能说算正常，只能说算正常。冲的想冲的宝贝可以直接冲就好了。睡的没有睡的宝贝，你扣个一，你扣个一给我看一下。我最近买了好多那种，先睡了啊！送完飞机，你这立马都睡了。刚才说不好，这会儿就困了。这么多还没有睡呢，都是本人的啊，宝宝，不是本人的，来，我给你退款，你放心的充，宝宝，信得过我，你直接充火箭，绝对没有错的。昨天我被超管，踢下线了，那个9981宝贝啊，你可以把你的意见告诉我，更到你满意为止。因为我们这个也是更新的，更到你满意为止。你感觉没感觉？什么有感觉？你可以告诉我，不用不好意思，毕竟你花了钱。我们服务宗旨就是满意而归，你也不用不好意思告诉我你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。我们家主打个服务好，海底捞式服务，让你挑不出来毛病。可能你去其他家送飞机，你要这样子说，别人可能直接把你禁言了。我们家为什么不禁言？没办法，服务好。就喜欢，这个态度是吗？一看一个不吱声。对啊，这两天的话，你可以把意见告诉我，再给你更一波，让你起不来床。
就打个服务好是吗？来，宝宝，过来讲另一个哇哈哈。可以充五个，也可以先送一个，都可以哦。一天可以喝一箱，那你拉肚子吗？我看看这里边到底是什么配方，水、白砂糖、奶粉、奶粉、添加剂、柠檬酸，它有维生素 A 和 D， 都是奶粉，喝了还是有营养的。这个的话我们是30个啊、哦，宝贝，然后5个的话就是永久加更新，还有更多更多的道具使用的说明。现在在三亚，宝贝，什么时候来？我请你海鲜自助。如果你信得过我推荐的，宝贝，直接冲火箭啊、哦！这个不需要多考虑的。什么时候来？我让你海鲜管饱。海鲜管饱，让你吃饱。这个是永久的，宝贝，这个是永久的，但是它是有数量的，它是有30个限制，永久更新，然后的保底有30个，然后火箭的话是没有保底的，它没有上限，就是每周2到3次，所以5个是最划算的，更划算一点。送过一个宝贝回来，可以再送4个。对，中国竟然没有错。做没有错的，你现在就在我三亚，你什么时候来的呀？就抓紧时间哦。
今天喝了个娃哈哈，喝的肚子疼。你们喝一升，我都不能想象肚子疼不疼。不能想象肚子疼不疼。是吧？对，今天更了一个开箱视频，我最近还买了可多了，我一个一个给你们看。觉得好的，你可以累积一下，直接累积到火箭里边会更好的。还有没有宝贝要冲的？想冲的宝贝要直接冲就可以了。送过一个的宝贝回来，可以直接再送四个，直接就可以累死了。还有没有宝贝要感冒斑疹的？要感冒斑疹的宝贝可以感一感哦。欢迎现在的宝贝。小白兔，你
你真好，指责你。你都在三亚，你来直接找我呗，我给你现场整。人说直播间里边，是吧？你给我搞这个，见了面唯唯诺诺的。谢谢啊，名字宝贝的旅行礼包，阿尼干多。你快来。直接给你现场走。欢迎皮皮熊，然后今天有上新呢，可以找一下小，可以找一下，找一下小助理直接领就可以了。真的假的？人说你不来，那永远没机会。来了，好歹也是有个机会的，你说对不对？这就叫近水楼台先得月，是吗？离那么近他还不送。你在万宁啊？我在三亚市啊。万宁好地方呀。万宁现在真的房价还在涨，好地方。什么时候进市里边了？你告诉我。来市里边了，你跟我讲。三亚市的，三亚哪里的？应该算是我们那个区，应该叫吉阳区。哦。谢谢咸盐宝贝，谢谢咸盐。宝宝找一下公屏扣一的，感谢宝贝，找一下公屏扣一的。直播间送飞机啊就可以了，信得过主播的宝贝啊，直接充火箭就好了。是不送不起飞机了，只能打一个。你来我这儿养生呢，是吗？来我这儿养生呢。
那你要搞快一点，我害怕我一会儿下播了。还有没有榜单想看的？想看的榜单可以直接，谢谢9414。感谢宝贝，谢谢宝贝的大粉丝，3点哦，宝贝，找一下公屏扣一的，找一下公屏扣一的宝贝，两手准备是吗？还说有直播看直播，没直播看录播。海带是你，人说新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，说的是不是你啊？谢谢啊，喜欢搞吃的男孩哦，感谢宝宝，爱你更多。找一下公屏扣一的，找一下公屏扣一的，直接领就好了。什么？我在舔你的耳朵，宝贝。在舔你的耳朵。你看一下战略性，我这边就发你了。说吗？你们是铁了心让我提前退休是吗？退是的，040宝贝啊，可以直接冲一冲。还有没有宝贝要冲的？你说。哇，谢谢你的名字。感谢宝贝的大粉丝。阿弥陀佛。宝宝找一下公屏扣一的那个苏苏小助理啊，找一下公屏扣一的。我刚才不是说吗，在舔耳朵呀。你在说什么？宝宝，你看一下公屏扣一的，然后直接领就可以了。觉得好的，到时候你们回来再送4个啊，就可以累积了。还没有宝贝要赶末班车的。
麻烦把那个瓶子装满，留着一会儿下班下播喝。胖虎，有点感动。说废物有点尴尬了，那你就说你是不是吧？你就说你是不是吧？宝宝找一下公屏扣一的。嗯，现挤的吗？拿去，给我挤满一瓶再送回来，要不然明天没饭吃，吃草，草都没有。晚安哟。我得这样子。边打边骂，是吗？边打边骂，啊！狗东西！谢谢胖虎的大肥鸡，还有没有宝贝要感冒班车的？想感的宝贝啊，想冲的可以直接冲一冲。指这一瓶拿走，关门，快点！关不满，明天不要来了。搁这儿养生吗？嗯，每天那么辛苦给你直播，你来这儿养生吗？嗯，没有用的东西。让你再骂我，
还有没有宝贝要冲的？想冲的宝贝可以直接冲就好了。小心你的狗头，直接把你的头削掉。这个扑克牌都是可以切黄瓜的。我让你走了吗？你完事儿了就可以走了吗？事了，我就让你走了吗？你说哪一个？说哪一个？别见我了，没有你这样的废物。哇，这是220毫升吗？200毫升，拿走拿走。就可以上车了，还有没有宝贝要充的？我们还差一发火箭过任务，宝贝。我跟我一起搭档的人很多的，宝宝。跟我在一块儿做直播的还很多的。到时候哪一天了，给你们来一个，你没有加的微信吗？那个晚风，遇到喜欢的主播啊，该出手就出手。不要在那儿，就是滴滴摸摸的，然后呢，人不见了还要想念着，就还挺痛苦的。就像你在，就是初中喜欢一个姑娘，到毕业了你都没有跟她说一句话，到高中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那个就是你的初恋。当时鼓起勇气跟他说句话，要个联系方式，可能到高中的时候你们还会联系的，你说对不对？你想是不是这个道理？以后啊要大胆一点，是吧？不要老是这样的偷偷摸摸的看，还没个联系方式，就很痛苦。一个人直播就放飞自我？不会呀，哎呦，是这样子的，你看他直播间就这么大，
你看这边还坐一个人，这边一个人，我俩不是放不开，我俩动作大一点就要出镜，我们都是小动作。他掐我一下，我拧他一下，我也不可能上来就这么搞吧，是吧？我俩就是在桌子下面，你掐一下，我掐一下，动作大了，你们看着也不和谐。所以有的时候两个人直播的时候，他都是在桌子下边搞的，不在上面，好歹也得维持一下这个塑料情分嘛，是不是？俩人空间有限，哎，一个人你看，都来回动，也不会出镜头。有的时候你们还得想，哎呦，我坐这俩主播中间，是不是可享受了？不会那么笨。只会让你快点死。对，俩人的话就搞小动作比较多，他踩我一下，我拧他一下，对。如果你们喜欢双人的话，宝宝啊，你可以上车。哪天我去找我的小伙伴，给你们拍个双人的给到你们。哦。你认识我这么久了，你就不脑补一下你把我娶回家什么画面？所以说勇敢的宝贝啊，抓紧时间了。信得过主播的宝贝啊，直接冲火箭，绝对也都没有错的。直接冲火箭。其实俩人挺好的，俩人的话就是有一个人去，就是总有一个人会在直播间说话，另外一个人可以摸鱼。其实挺好的，总有一个人是可以摸鱼的。你是不是傻？人说砸锅卖铁吧，把我娶回家，那我不会给你带纸吗？是不是让你用不完的纸？你看看，一点头脑都没有，你是怎么整？是这个啥？怎么长到23级的？没有用的废物，脑子就是个脑瘫。你个霍金二号。然后能感冒版权的宝贝可以直接赶一赶哦。还有没有宝贝要冲的？想冲的宝贝啊，可以直接冲就可以了。娶回家，让他给我。对呀，你把我娶回家，人家说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这个账你得会算啊。你快给我发律师函，我怕你。你个霍金二号，你个脑瘫。这就叫气急败坏了，是不是？说的就是你。还有没有宝贝要冲的？想冲的宝贝啊，可以直接冲就好。
律师函。我身高172，宝贝，最近都长肉了，我都长到118了，马上快120了。最近真的胖了，马上突破120。最近真的这个锁骨都不明显了，我觉得我还是要去锻炼一下。你看这锁骨都没了。厚脸皮好啊，没鞋穿了就穿，这还可以当鞋底呢。你都不会侧一点啊，宝贝。来来来，你站这儿。我怕你冷，宝贝，你把衣服穿好，站这儿。不行，我拿我们家火炉帮你烤一烤，帮你烤一烤。还有没有宝贝要冲的？要上车的，抓紧时间，因为等一下也要下播了哟。袜子都出，对，我最近真的长肉了，真的长肉了。说来说去还是吃的太好了。吃的太好了，然后最近也没有怎么运动，因为我想着明年，其实女人胖了也是个好事儿，就胖了显年轻，就幼态嘛。我以前这儿一笑，都就。胖了之后就会好一点。以前瘦嘛，然后就有一点显老，有点显老。准备要下播了，宝宝，还有没有宝贝要上车的？还有没有宝贝要上车的？啊，对，脸上肉多没有法令纹，确实，我之前这儿法令纹挺多的，然后自从我长肉了之后，法令纹都没了，所以别人都觉得我整容了。实则我就是多吃了8斤肉，这8斤肉长在哪儿呢？长在了脸上，长在了腿上，但我的胸没有大，胸没有大。去游个泳就好了。游个泳就可以了。哎呀，爱笑的人法令纹深，说话说的多了木偶纹深，就这个地方也有纹路。而且我还熬夜，准备要下播了，宝宝，有没有最后要来发粉丝的？
人说先胖先胖脸，瘦先瘦胸，这都好像跟激素有关系吧。助眠最后几分钟，好啊。意思就是准备要下播睡觉了，还有没有宝贝要充粉丝的？想充的宝贝可以充一充。宝贝啊，我只有本人的，没有小姨的，那我不就成卖盗版的了吗？我只有我自己的，只有苏苏的宝贝。只有苏苏的，你考虑一下。没有小姨的，只有苏苏的。那个宝贝可以充飞机，也可以直接充火箭哦。是没有办法看到太动的，可以直接充飞机或者直接充火箭。去京东或者淘宝充值啊，安卓手机和电脑用户直接赠送就好了。
一下这个麦的声音。这个麦声音这么大，你们受得了吗？这个麦声音这么大，受得了吗，宝贝？哦，刚才录了一下，觉得这个麦声音好大呀。还有没有宝宝要冲的？想冲的宝宝可以直接冲。手机呢，一定要去京东或者淘宝充值啊。安卓手机和电脑用户直接赠送就好了。几个孩子？你说现实中啊，还是直播间啊？直播间啊，那就成千上万个了。现实中啊，老公都没有，老公都没有。嗯，离婚带俩娃是吗？准备要下播了，还有没有宝贝要冲的？想冲的宝贝可以直接冲就好了。然后苹果手机的话，一定要去京东或者淘宝充值。安卓手机和电脑用户直接赠送就可以了。谁取都一样，只要我就行。宝贝啊，那你充飞机、充火箭吗？你先充飞机、充火箭吧。点关注，点关注的话就有开播提醒了。
洗手池。狗东西，快去厕所洗洗鼻子吧。关注了是吗？你可能要在斗鱼里边设置一下，就是有一个叫开播提醒的设置，你可以设置一下就好了。去设置一下 就可以了。然后准备要下播了，宝宝，准备要下播了，还没有下吗？都怪你们拉拉扯扯的，这个点儿还没有下播，一会儿。走了走了，拜拜拜拜，拜拜拜拜。你说你把我娶到手，你还差着一个老婆粉吗？真的是。走了，明天见。晚安哦。晚安，宋仲基。晚安，晚安。不能跟你们谈恋爱，影响我工作。给你讲，影响我工作。拜拜，晚安哦，明天见哦。头都秃了，对，我跟你说，真的头秃，头都秃了，明天还要洗头发呢。你看我这个头都秃了，晚安。